大家好，我是许明雄，今天是11月16号，那台北股市今天还是持续的上涨，给你提个涨比较少一点点，那上涨58点哈，那持续在上涨。还有我们今天其实盘面上来说的话哈，比较有看头的地方还是在中小型股，我们可以看到中小型股向上柜这边它的涨幅比上市还多一些，给加码给挂哈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台北股市现在目前为止哈。现在的位置哈是一样持续一天都涨一点点，涨一点点，一个的 kick 里哈。今天最高来到17708点，哦，已经到17700了哈，17708点哈。那台北股市接下来的话哈，那我的看法啦哈。那现在目前为止，如果手中你有一些很多一些股票，如果开始在高涨地方震荡的时候，你要注意啊哈，你就要特别小心，然后来。就像这张股票，来中光电，好，这要小心呐、啊！哇，这问题已经出掉了，我们已经把它出掉了，然后这我们已经把它出掉了，同时我送给投资朋友也把它也请他们先出掉，哈，先出掉。那还有其他股票啦，还有一些比较高档地方在震荡，哈，有些股票，哈，啊，其实涨也是涨蛮多的，哈。哦，起着嘴啊，我就这是举例啊，举例来说了，都已经涨到天花板的地方，那些股票。在高档地方，如果往摩托没有办法再往上推升的话，手中的股票的话，可以适度的解码或是卖掉了，卖掉了哈。好，那台北股市现在目前为止哦，今天我们来讲一下我们的一些股票哦。我们今天手边的一些股票有三档股票哈，安国、安格啊、购捷、安基哦，三安哦，好不好？哦，三个安哦。来，等一下我们开始来，我们等一下来看哦。我们先看一下这来。我们操作的主轴吼，这最近呐吼，这最近我们锁定的目标吼，就是讲吼一挂低位接这些族群吼，起码，但是起码讲你够低位接吗？相对低位接啦吼，相对低位接。卡位第三季财报题材啊，第三季财报现在为止，到目前为止吼，还没走完哦，啊，可能还在发酵当中哦，还在发酵当中哦吼。来，我举个例子好了，然后来3006这样。还在发酵当中啊，金豪科还在发酵当中哦哦，啊，够有啥？8289这支股票你还特别注意哦，还在发酵当中，这挂股票还在发酵当中哦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一下，来，明年的新题材提早布局，哎，明年新题材，起码到11月16号啊、哦，明年的新题材，你袂使讲到我明年到了。新题材哇，你看到了哇，你看了讲凯西哇，这些新题材的东西开始出货了，你凯西这边微高票，那已经太晚了啦，太晚了啦哈，像高速传输啦，元宇宙可能它这些陆陆续续，元宇宙这个应该陆陆续续可能很多年哈，好，还有像地轨道卫星，这卖进行中哎哈，这结果哈，那说实在啊，你讲最近的一挂高票哈，那实在。都是在一些中小型股票哦，涨得很凶的哦，涨得很凶的哦。来，阿顾长，来掌握产业，你才有办法相对低档买进呐、啊。啊，你唔叫做太有钱呀、啊。就像哪一档股票，来啊，3006啊，11月22号，啊，这是不是相对低档的收在？相对低档啊，啊，128，这里送给投资朋友啦。阿公买是买124.5啦，我们是买124.5。那这一段吼，你可以看到它是这样涨的吼，安尼起的吼，加我们做一段啊，加安尼啦，加到加，我们总共吼是做三段啦，做三段，因为这档股票吼啊，我认为啦价差比较大，那所以我把它做三段那。做了三段了啊，没有卖最高了。如果有卖到最高点的话，那我们的获利数字就更可观吼。你这看板单带单价来讲吼，我是先跟你讲一寡咱有关于说第三季有一寡题材啦、财报啦吼。啊，够加上讲，起码你现在不要听到说吼，起码吼现在的一些像低论啊，像 Z 啦吼，像金豪科，他是做低论的吼 ，IC 设计。那你目前来看的话，那明年哦，明年他们有新规格哦，第一轮有新规格，
啊，新规格的话，你现在你可能听到的可能是比较少一点点的声音啦，他就听到了，啊，但是这个低润新规格再出来的话，再出来，啊，如果等他搁出来就念吼，等他你又讲拢怎样，全部请牛仔拢怎样就念吼，伊搁先完啦，又太晚了吼，啊，那我嘛定下来跟你讲啦吼，我认为啊，这里这个前高213吼，这个前高213吼，在明年中。啊，不是明年年底啊，明年六月哦，比你大个哦，他就会来突破哦，突破了哦。好，这是先下个结论哦，那当然了，你讲起码我们来做的话，我们就是会一段一段来操作，一段一段走了哦，这一段一段走哈。过来，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所要开始讲的哈，一寡较重点的所在哈。我因为最近股票哈，那市场上。盘面上哦，涨的股票非常非常的多，哎，关公台北一挂股票，我实在拢很陌生了、啊。哇，股涨现在我嘛看也不知道它在涨什么东西哦，很多很多超过涨停板一半以上的股票都是不知道在涨什么。后公台北我嘛唔知呀啊，我真的也不知道哦。那太追啊啦，太多了。那些它有什么样的题材？最近我所看到的应该都是大部分哦，大部分都是在反映第三季也几个财报哦，第三季几个财报哦，还有一些新应用的几个题材，新应用都是几个，就是一些新题材啦哦，拢是过来啦哦。来，好，我们来看一下11月12号哦，这个股票，我讲哦，它是会喷出，它会喷出哦，你要注意哦哦。那有跟我们一起来操作的，当然都做不丢了哈。太易哦，8289太易啊，在做11年线呢哦。那太易，那十一。告不成武器了，这是昨天啊吼，太易，今天再涨，已经来只要我讲吼，它会来突破前高37块，我是在家都跟你讲啊，我在这提这一开路跟你讲啊，多少来讲啊，它会来突破这个前高，突破前高啊吼，好，那明天还有没有机会？我认为了哈，明天还是持续的在往上再推升哦，再推升，还会再推升吼，啊，这段。这段啦吼，今嘛无成有几是10几%啦吼，10几%啦吼，我们是获利10几%啦，不多吼，无追啦。好，再来这是太易啦吼，啊，这其实我们在上一段在8月16号到31号，我们都已经做一段吼，在40%、40%吼，这段吼，太易实行震荡器，这今年有增加一个新增加 IC 的晶片的产品，但是今嘛无成有几啊，可能。认证哦，那个题材或是认证的哦，但是这个题材你不要忽视哦，你不要忽视哦。好，再记，接力顶爱记这条哦，会开始抓，增加 IC 晶片题材哦吼，那这题材的就开始动啊。哦，好，这是太易吼，来我们来看一下，这昨天吼，昨天这张股票是我们买进的啦，我来讲吼，这个股票吼，那我过来讲吼，这个股票吼。还是要持续要飙，还是会在飙。这档股票是用飙的吼。那当然有跟我们一起来操作的话吼，昨天有跟我们一起进来操作的话，那当然这股票就是你的啦吼。你给的有啊啦吼。来，什么股票？安基涨停板，安基涨停板。来看一下它的那个啦，伊唔是一开盘就涨停板的啦吼，上低到326，其实在平盘附近哦。平盘附近哦，啊不是也不是讲开始开了开涨停板无，慢慢的往上拉到涨停板的哟哈，这是安基一样，它也是做什么的？赶快你做石英元件哦，赶快你啦，石英振荡器哦，石英元件安基哦啊，气高标，还会不会涨？啊，还有气未？还会不会再涨？我认为啦，石英元件哦，最近来说的话哦，那。搭配的这个元宇宙这一段吼，还是会再次去往上推升哦，还会再去往上推升的吼啊！你手中你也手上也无吼，这挂股票吼，你卖掉了，你不要追啊！你如果想要买的话吼，欢迎你进来跟我们操作啊！我有够其他的股票，我们还有其他的股票，吼，甚至于说这些股票有拉回，我看可以的时候，可以个好买一点的时候，我们还是可以带你进场，赶快啊，够也再来走哎吼，好。这是石英元件吼，然后来高速传输，最近公出了六个呀吼，高速传输吼，来，这下伟全电啊，伟全电我们在加码单了吼，在十一月十号吼，
我们先卖掉，先做一撮卖掉，吼，啊，再赚十块啦，无济啦，90.5就把它卖掉了，算获利10块钱啦，吼，啊，过来嘞，啊，这我们的基本单，哦，我们基本单，好，目前为止这基本单是在11月1号，哦，我们11月1号到目前为止，吼，这是上周五哦，顶礼拜五涨停板，来，15号，昨天到109，最高的109，今天110.5。110.5，安尼起几块？安尼已经涨几块呀？涨几块钱了？涨了25.1元，你再给我扣一，你可以把它25.1元除以85.4，多少？29.7%，29.7%，你高兴？短线计划38%，我唔知啊啦，我老公投资朋友吼，我们这边。每一次要来问说，老师下一档30%，你看到的时候又已经过去了，你又过去呀，别闹，就不用再等啦、啊，不用再等啦、啊。你等下你在那边看那边等都是没有的，都没了，直接。其实我们的资讯备用是只是一点点而已的，只是一点点而已的，一点么惊你啦吼，阿门，你不用太担心啦吼，不用太担心吼，来，我全店。哦，我前天啊，现在你莫来乱钓你不要随便追了、哦、拜托吼、哦，你能够钓钓吼，追到高点的时候，老师啊，我哪时候可以解套？我们就不会告别，我们说我们买股票不是来等解套的，我们买股票不是要来等解套的，我们是要来赚钱的啦，不要探底，然后拜托你吼，你若无掌握产业先机，我你拢掠好啊，等好啊，啊嘛带你嘛，逐天甲你，逐天甲你讲，啊，佮你印证。啊、我们才讲为什么你还是要在外面在场外看呵呵，那如果想要再看的话、哦、那就可以，我也你可以继续看打不要紧啊，都等，但是吼、哦，但是吼、哦，当然也是有但是的 啊，但是这个30%吼、哦，这30%、38%、38%，第三个30%，你那笔资金就一倍啊，都跟你无关了啊，都跟你无关的呀哈。好，这是伟全店啊，伟全店啊，安国，10月20号46.4啊，这个毛的我也用哦，跳滚你有我有分享给人家的哦，同样一天哦46.4哦，我也分享给他们的哦，啊到11月2号啊那这短短的几个交易日吼，啊那他9块钱呐、啊，获利9块半了、啊，高口盘了，啊满价到20%了，20%，老师你要不要下去？你怎么不想骑上去？20%跟我的30%有点远，然后所以要不没戏了啦，20%那不用写了，然后太少了，然后来再来，来，这是9月1号我们开始走吧，我们就开始做。那中间哦，我们是做了好几段，做了好几段哦，啊这20%有戏了啦，哈，啊这伤少的吼，像那个有也有做一个大概差不多8%左右，8%，啊够一抓是8%，哎8%的。那都不用再說了啦，那太少了，太少了，来9月1号51.5到今天多少涨停板66.8，这样起几块15.3元，15.3元，啊你给它除以15.3元除以51.5，多少29，又是29.7%，又30%，好像又过去了哈，又过去了哈，来，这是安国哈，来安国，来安格，我估计安 A 了哈。今天有总共三个安，我三档股票涨停板，安基、安格、安国三只涨停板哦。来，安格涨停板，我那当时跟你讲的，你家在这里，这低档的时候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的，叫你要注意，这段呢，看到这。安尼中加强，到今日目前为止，安尼中加强了吼。从低档这个最低档的地方到现在目前为止，总共涨了71.5元呐，71.5元，71.5元，你自己算算看呐吼。这安格了吼，安格，哇，我不知道讲了多少遍吼。像高速传输的股票吼，高速传输的股票，这些股票我不知道讲了多少遍吼，多少遍了吼。啊，够另外一档股票6104吼。6104创伟哦，来，
去创的嘛是同款，也一样。我讲了不知道多少次，让你印证了多少了？好啊，这个但是这届吼，这个创维吼，讲实在的，我们没有抓到了吼，几乎无这届无做到了，啊，无了没有就没有了，没有。我们的会员不是开云囊的，每档股票通通要做到，无法抖了，没办法吼，没办法了吼，没办法了，无法抖了吼，无法厉害的，无法做资金嘛，我们也没做那么多档股票，我们最多都三到五档股票啊。那当然有时候在要转换股票的时候，转换股票的时候可能会多一档，多到一档左右这样子而已吼。好，这个是高速传输，高速传输吼，来过来的话，元宇宙。元宇宙哈，元宇宙目前为止这个最这比较大项的东西啦 ，IC 设计的音讯啦，就过了哈，你可以看了哈，板卡了哈，好，来，中光电哈，这中光电啊，这之前已经讲了，麦克讲了啦，今天马英最近讲了好多次了哈，啊，这马英做完啦，也不用再跟大家再来讲的啦哈，跟你我讲完吼，你马听你马艰苦啦，啊，有的人都已经起起来了啦哈，涨到已经涨到顶到。天花板啊啦，哎的，天花板啊，顶到天花板啊，那时候十一月一号的加啦，十一月一号的加63.1，到今天已经快100块，96，最高来到96.96块，3.33块。那我们买的地方是在59.9哟，59.9元，59.9元，开始走诶，好，中光电，啊呢，当然啦，上重要我都来讲啦，选股啦，哈，选股啦，哈。啊，再来，当然还大概是以第三季才报优的，然后好再来啊，在11月5号，我看到有更有机会的，来扫描 QR code 来，好，哦，留言五叉叉哦，那都当时那都放大一点好了啦，来11月5号在这里送给投资朋友，11月5号中光电这段安尼起过阿雄吼，安连续出来。开始起呢，起30块，涨了30块。11月5号五叉叉，哇塞，67.6啊，哦，啊，中光电就持续一直飙涨，一直飙涨，然后那到我们外供78.5卖出啊，当然了，没有卖到最高点了，那也已经有获利了。但是我们获利之后，换到其他股票来操作，哇，其他股票操作了，哦，就是刚刚都换一支嘛，就这样。11月11号出掉，12号我们去买泰益，啊那样买泰益呀，换股操作哈，来，那时间可能今天不太够了哈，赶快快速来讲一下，哎，金豪科，那这金豪科嘛是有，这嘛是上好的呀哈，那金豪科啦哈，还有像今天的低轨道卫星可能讲较慢，可能较无得讲啊哈，都建汉啦哈，建汉太阳啦，我太阳我嘛跟你讲啊。台阳，我也跟你讲啊，吼，建汉那些话，建汉好了，建汉呐，吼，台阳啊，2314啊，台阳啊，我跟你讲，你要注意啊，这支股票啊，6568今天拉回了，吼，今天拉回19块，宏观，吼，宏观，那我们今天的时间已经快要到了啦，吼，那你想要跟我们操作，吼，你不用再等了，你免够等了，你在那边等，在那边看，都永远都没有机会，也没有。那你如果想要掌握全部的话，欢迎你来跟我们一起来操作，欢迎跟我们一起来操作。那我们今天先到这里，那也祝你投资顺利，我们明天见哦。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